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越，那欢迎收看今天的艾尔之光。OK， 今天艾尔之光又是日常回合。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懒得拍雷娜，真的啦。好啦，那因为今天有一些活动，我想先处理一下。没有啦，今天还是玩雷娜啦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我想先看一下。对，先让我处理一个东西，谢谢。因为好像听说我送锤子是吧？我又想强化我的武器了。而且这次还没有复原券，我他妈又要坑了，干！有啊，我刚刚我先登录了一下，然后是挂网，因为刚刚有点出点事情这样子，所以说你们知道的嘛，对。总之今天有一些活动，然后像这个点名有没有？像今天好，是这个嘛？应该已经登录20分钟了吧？928是今天吧？好啦，月光强化装备箱我不知道是拿来干嘛的。然后沉睡刷冰机一个然后祝福的神圣石啦，有复原券的，太棒了。然后一个还有一个黑之浩克和骰子骰子是玩这个的啦，对吧？然后按照惯例，他又让你月换，然后才可以骰这样子，到一个贝斯马的地方去OK。好，一个很非常我送10张我靠！哦，拿到了5个强化装备，我靠，满了啦！啊，这个东西为什么坏掉了？你不要问我说，对，不要问为什么它坏掉了。这个可以去，这个是拿来干嘛的？找阿丽尔换是不是？制造商店回购，制造其他没有东西啊。邪魔猎人的黑暗，我不知道这是拿来干嘛的？沉睡刷冰机是怎样？活动道具是怎样？没有活动啊！没有活动啊！所以沉睡刷冰机是拿来干嘛的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它是拿来干嘛的。是这个吗？哦，拿来换的哦，没钱呐。哦，我只想强化一下我的武器而已啦。他说那个又是萃取那个强化券对吧？就是一个吃人品的活动，对。而且我们也只有一个守护石，那这个守护石留着给这把用吧。我想让它上加9这是拿来干嘛的？防止下降或初始化，但是有几率爆掉是吧？好，没变化，好，我们不要再强化，不要再强化，不要再强化了。靠背啊！上不下8了，靠！这样也行啊！哇，还有这种操作！有没有加6直接给你归零的笑话？好，没强化死的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这可以萃取是吧？啊，还需要这个哦！啊靠杯啊！啊干 ！Everyday 强化是怎样？我刚刚不是消耗了一……啊算了，我也不想讲话了。啊，来玩雷娜，来玩雷娜，雷娜，雷娜你在哪里？哇，我的天啊，真的是不想讲话了，好累哦，好累哦。好了，我们要先进这个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回来了。总之，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加尔菲奇岩之地它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，而且这边还有我们的王屋，对，所以其实应该是 OK 的。然后《邪魔猎人3》稍微看了一下
我想要收艾姐的翅膀跟雷纳的翅膀，对。怎么讲？因为他们的翅膀是偏向于很像精灵梦幻的那一种，就是之前我应该有跟各位讲过，我很喜欢那种，就是很像觉醒、超越的那个翅膀，对，那一类型的，我个人还蛮中意的，对，所以说还蛮想收的、喔。如果你们有多的，或者是不要的，或者是愿意捐献给我的，那就把它交出来吧。Give me。然后登录九天可以拿这个，超越转职变更券其中一个。虽然我不知道超越转职变更券到底是怎样哦。啊，我懂了啦 ，OK， 我懂了。就是你可以把超越的这一只转成另外一个职业啦。我终于懂了，一个智障的，你们知道的哦。哦，一定又是有人取消掉了，干，破坏游戏体验呢、欸。信箱在上面，不是我要说，可是沙德的音乐真的是，哇，很神奇啊！这个太多了吧？等一下，这是几百年前寄过来的吗？几百年前寄过来的、欸，感谢大哥，好像是寄整套哎、欸，干。干！我不能把它拿出来，真的是超级丢脸啊！丢脸啊！欸，只要70等。我觉得可以装这个玛雅的这个，行吧？算了，装伯爵的好了。哇，同职业的耶！哇，这种操作我从来没见过。然后这个画质会不会有点太低了一点？不好意思。获得某部分称号，哎，冰封剑，人家放了一招冰封剑啊。我好像是放了两招 MP3 对吧？难怪续战力这么低耶、欸！爆发型雷娜真的是。干！有没有想放火鸟的？没差啊，这一关不适合放干。没关系，交给攻击力高的，嘿，我们只要他们耍废就好了。哇，这个毒针有，他真他妈有用啊！这毒真的有用啊！然后那个优化就是效果的透明度，我已经有调过了、哦。那所以说，如果觉得各位觉得干脆把队友完全隐蔽好了，那我也是可以这么做啦。只是我想确定一下队友到底在冲哪小之类的。Nice， 来一颗毒球，嘿。Nice， 干得好啊！行，好、哦，再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宝物在下面？风萧啊！这一个场地真的蛮大的，我不是我在说、啊。哇！这冰封剑怎么这么痛啊？这感觉。哦，好多的小哈比。哦，今天黑色沙漠刚好也开了鸟王哦。鸟妖其实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哈比，对，
就是你们是这一关的怪物都是叫哈比类，哈比的怪物，对，算是一个族群名称啊，对，只是黑鲨把它叫做鸟妖，对。至于为什么要叫鸟妖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可能是不喜欢叫哈比啊，可是都有哥布林这种，都有哈比人了，不然哎呀。哈比人也算是一个种族名称对吧？那为什么要叫鸟妖呢？直接叫哈比不是更贴近他们种族的意思吗？嘿，啊，管他的，反正都是一样的意思啦。嘿，等下他穿的是跟我同一套时装吗？好像是欸。哇，两发剑雨直接带走他欸。行哦，刚刚好像掉一个紫色的什么英雄邀请函，好，算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剧情哦。怎么样啦，有找到女神女的行踪了吗？虽然搜遍了整个哈比巢穴，但没有发现神女。可恶，还弄脏了我的衣服。帕波鲁大姐，奇岩之地那边没有神女的踪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难道已经移动到其他地方了吗？没办法了，虽然不想见她，但是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克莱诺，让她把她带来这里好吗？自尊心强大的克莱诺看到这个一定会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在艾米丽特来到这个村庄之前，哈比的羽毛是非常昂贵的物品，但现在哈比的羽毛已经是禁止贩售的物品了。是啊，过去因为价格昂贵的哈比羽毛狩猎哈比的事情不断发生，哈比也持续袭击商团的村庄，最后沙德村庄将哈比的羽毛定为无法贩售的物品，与哈比达成协议，人类绝不再狩猎哈比，克莱诺与哈比 也不会再袭击商团与村庄了。这就是那时候约定的信物，把这个给他看的话，克莱诺一定也会有所反应的。基本上这就是一个自打脸的地方啊。金光翅膀的坠落，好像很酷的样子。我想要搜一个金光翅膀的信物，金光翅膀的坠落是吧？所以我们刚刚遇到是暗黑之翼，有点可惜。不过我们要找的是金光之翼是吧？好像是吗？叫什么来着名字？那个商店有在卖吗？装备、武器、雷娜、搜寻、贝西莫斯黑奴工，没有欸，可能是太低等了吧。好，只有我们一个人的话，我们还是换个招吧，对。而且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接个顶尖？有，我们有接，我们有接了。哇，这画质真的好低哦！先给他一个烂扫把。啊，至于这种会飞的，就给他一个毒就好了。怎么好像有点痛的感觉啊？麦孬，让我乖乖打，乖乖站好，感受哲学吧。造都等一下，为什么都往下射？等一下，干掉了，还剩一只，这是不下来啊！等一下是不下来是不是？干，还丢偏呢？还会风刃，还有一只，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卡住他了，
干！这种这个太会操作了吧，这只哈比耶！行，你很会，太棒了！斯巴拉西，这样更有挑战感啊！虽然没有队友，让我觉得很孤单。哇靠！自爆兵就在前面。真是太会了！哎，没有生小哈比了，太棒了，省时间，嘿，太会省了。哎，上面好多，上面好多，哦，好多小哈比，全部吃毒吧你！啊，65等的，谢谢各位。哇，是哎、欸，这是普通哈比吗？你看，想当初我们那个永恒冒险，直接屌碾那个哈比团呢、欸，你们知道吗？小乐二转还直接丢那个丢一只鸟人下来、欸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啦？哦，金光翅膀，金光翅膀。太棒啦，有金光翅膀，现在就撑幸运的时候了。然后祈祷它会掉，祈祷它会掉，掉吧，没有掉。哦，看来王五真的没那么好打哎、欸，几率应该没有黑沙那么干，但问题是还是很干啊。为什么射不出箭来、啊欸？等一下，好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啊，甘霖老师，哎、欸，这关很妙的是，明明就是这种碎掉的，你还听得到那个拉锁链的声音。对，这是一个艾尔十大不可思议。其实说艾尔十大不可思议已经超过十个了，其实就像海伦为什么可以追随我们到天涯海角呢？这也是十大不可思议之一啊！海伦有可能就是赫尼尔的分身之类的，也可能是赫尼尔本人这样子。干，阴谋论啊！生小哈比就算了，大哈比哪来的？值得探讨一下、哦、这个。真的欸，真的会生欸。太神奇啦。这年头都直接超那个哈比蛋超进化巨大哈比。哎呀，数码宝贝上瘾啦。欸，自爆。看我被自爆兵吓死谁啊。吓得我吃小收欸，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梗。哦呦呦呦呦！好啦，他们给了我一把沙漠风暴弓是吧？就是不肯给金光翅膀的弓欸。而且这一关有个任务很八七，他要我们打金光翅膀跟暗黑翅膀，我想起来了。哎、欸，去哪里啊？哦哦，离我远一点。去哪了？我经常好像打得到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不行，动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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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Die。
压倒克莱诺，我来了，我来了啊啊！我没有说克莱诺我可以吗？干，我一直觉得人外的妹子总是比人类好啊。干，我这好像有点非常的糟糕啊，是吧？压倒克莱诺，对，他叫克莱诺。啊啊啊！欢迎，你一点都没有变呢。厚脸皮的人类，先打破约定，人竟还敢拿出信物，不知羞耻啊！打破约定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久前，在加尔菲起源之地入口发现羽毛被剥夺的哈比尸体，除了你们人类之外，还会有谁探究哈比的羽毛？绝对不可能！最近这三年来，沙德上传的物品中根本没有哈比的羽毛，我敢用性命保证。别想说谎了、啊！尸体附近还发现了人类的武器，还有最近的风之艾尔上出现了黑暗的气息，都是因为人类的邪恶之心所造成的。现在只要有人类通过加尔菲，就会被我的手下阿尔罗跟奥库佩特给撕成碎片的。等一下，风之神女啊，城里的人有消息了，现在差不多要通过加尔菲起源之地了。先去加尔菲奇缘之地阻止阿尔罗与欧库佩特吧，是光与暗的双胞胎，很好辨识。城里人都还好吗？跳过这个任务了啊，不用担心，所有人都在通过奇缘之地前就回来了。啊，太好了，但得赶快将女神的消息传给卡鲁索部落才行啊。克莱诺现在会人类误会已深了，而消息又传不到卡鲁索部落，完全是一团糟啊！现在放弃还太早了。没错，一定有什么方法。这家伙，给我安静一点，让我思考一下。耶，先得解开克莱诺的误会，这一次由我亲自过去跟他解释。哇，我们的大姐姐要出动了。我有没有密钥啊？没有密钥。哦，然后再来看看哦，高级是哪一个哪一招啊？格林射击哦，这招以前常用啊。凌空之舞好像很酷炫的样子。用看看好了。哎，好，印象中有看过这一招，震动射击。啊，烙印要七次的才能使用啊！哦，好，连续技的部分有时间慢慢练吧。系统恭喜你，这应该是最后一场了啦。等一下还有幻龙团要出位干。啊，这次也是速解决哦。行，凌空之舞长什么样子啊？我靠，看真是好猛哦！行，这招可以，这招可以，这招我可以。你们还是吃土吧，你们。干，凌空之舞这么猛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然后这边的话，等他们上来，然后再凌空之舞。对，他整个清单层哦，了解。这一只是什么？看起来好恶心哦。那一只克斯奇是变种哦，长耳哦，干，长这么耳的克斯奇我第一次见到。都王五之外的都丢掉了。好啦，拜托给个暴风吧，虽然好像还没有到这样子。这毒其实也够毒他们了啦。
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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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开，走开！啊，跟你老师，走开！好了，决定命运的是金光还是暗黑呢？我觉得是金光，干！是不必这样子吧？我想要金光啊，干！没打到，没打到！哇，哎、欸，直接滑下去是哪招啦？哎、欸，穿过他，穿过他，穿过他了！糟糟糕，穿过他的巴巴了！他的手可穿过的巴巴！掉金块，然后又没有装备，好吧？这一把我们可能要用到拉诺斯了，到拉诺斯再换武器吧，只能这样子了，不然回头刷其实也不太值得这样子哦。除非等级到时候不够，我会回头刷。可是当务之急就是想要提升一个档次的话，最主要可能是拉诺斯那边的武器才有办法提升我的装备了这样子。好，你们慢慢被毒吧，你们。哎呀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被打九次喽！要生一只大哈比出来了吗？干，你们真的是同梯的吗？报告，从蛋蛋毕业。就跟你说不要超进化了齁，每次都会出现一只完全体和救急体，有没有？哈比蛋蛋超进化，巨大哈靠杯，巨大靠杯是怎样？没有啊，就是干他刚刚居然直接穿过去，然后飞到下面去也干，超狠的，有没有？飞吧！妹，现在是谁啊？靠背锋刃，太可怕了这操作！哎，对，黑鲨要出那个什么 PVP 活动啊，干！我可能会去参加吧，跟我在黑鲨认识的朋友这样子，叫什么来着的活动啊？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一个竞技场，类似龙之谷那样子啊。哎呀，居然跑出射程外！哎，靠背 R87 神助攻哦！来来来，他飞到中间来了。哦，这时候不能开觉醒了。真的很又要压倒他一次，是不是？干 ，win。好啦，这下就结束了今天的任务啦。哎、欸，克莱诺，袭击你们的绝对不是我们村庄的人，我愿意赌上这个信物向你保证。其实越看我觉得他的腰好细哦，看这好骚哦。你为什么要跟泰拉克一起绑架神女呢？然后你说之前风之艾尔上有黑暗气息又是什么呢？不久前，风之气息有些微妙，受到黑暗污染渐渐产生变化。在哈比被袭击之前，有一名魔女来找我。哎、欸，干！我觉得她的声音我可以、欸。马九，那个魔女说，
沙德村庄与卡尔索部落为了争夺女神而发生战争，因为人类的欲望让艾尔产生了堕落。如果不从邪恶的人类手中救出神女的话，风之艾尔就永远堕落在黑暗的气息当中。原来如此，克莱诺，你知道现在世界各地都遭受到魔族的侵略吗？嗯，哦，他脸红了。魔族把艾尔结晶染黑后，制造成黑暗艾尔。为了找到艾尔之女，不断抓走艾尔神女，然后让风之艾尔堕落，一定也是那个魔女。是我被骗了吗？克里斯，竟敢！那个魔女叫克里斯嘛？这个离间计还真是高明啊！那个叫克里斯的魔族把神女神带到哪里去了嘛？我也不知道，神女带来之后，肮脏的特拉克就跟克里斯一起带走神女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一切都是魔族的阴谋。靠杯，谢谢，我们要跳过那个了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段故事下次再看好吧。对，我会记得的。哦，好了，那总之我们今天的艾尔之光先到这边结束了。对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 YouTube 上方点个订阅，以及喜欢就可以得知我每周获得不定时的最新动态。那也可以到粉丝团按个赞，推荐按个追随，推荐人跟随。那就是这样子啦。刚不小心按到右边，真的是失误哦。对，好啦，那今天的雷娜的部分就先到这边结束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啦。嘿，干，黑鲨 PVP 真他妈有够难打。